从来不理人的陈峰，永远只对陈真温柔。陈真是他的妹妹，从小就听不见声音的妹妹。谢谢这两个字，是我们认识陈峰之后，他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原本五个人的死党，多了一个陈峰。从我们认识陈峰开始，就一直帮他打架，一直到五年后，还是一样。我们仍然一天到晚陪着他打架，然后罚站，操场里。永远都可以看到我们。干嘛没说搞你这样啊？还把我拖下水。我们已经站一个下午了，老师会忘记我们站在这啊？不会吧？都是你们啦。什么都是我们？还不都是你？你睡觉是吧？不叫老师来被打死哦，很多人呢、欸。就像刚才说过的，其实有很多事情早就已经注定了，所以让陈峰遇到了树枝，遇到了石头，还有我。树枝的头发好细哦。哦，我忘了说我叫美丽。对不起啊，手抽筋了。还有一个永远在旁边笑我们的 Polo。而燕如跟陈峰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喜欢坐在一起，然后保持最远的距离，很 gay 吧？发作了。酒局上半，两好三坏，一二的有。国三那一年。是我们学校创校以来第一次打入全县的决赛。嗯，还好吧。你的手没问题，今天可以打到这里已经很棒了。准备回家吧。我有没有说过，陈峰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值得信赖。
就是石头和陈峰，而那一次得到冠军，也是陈峰这一生第一个荣耀。美丽，你穿这样哎呦，没有关系啦。美丽，不是吧？我衣服才要新买的，每次都这样，把我拖下水，讨厌。不知道有两个不合群的人已经偷偷的在谈恋爱，竟然都没有告诉我们。接着那一年的六月，陈峰带着燕如想回他妈妈山上的老家去看一看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，那一次的旅行竟然成为他们永远的回忆。你们是不是又绕回原来的地方了？放心，你会找到路。没关系吧？没关系。死在这里？不会，冷静一点。我们就该去找路。可是我好冷，我其实好累，我们睡一下好不好？已经没体温了，我陪你聊天，陪你说话。假如我们真的死在这里，下辈子如果再见到面，还会记得对方吗？不管过多久，我们一定会相遇的。我也一定会记得你。可是，就算再见到面，又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曾经在一起呢？我又怎么知道你就是陈峰？我真的好怕，就算再见到面，
也只是擦身而过。听到有人在唱歌，有哎，那是我妈妈的声音。走出森林之后，他们说好了，把心里最想跟对方说的一句话写在陶片上，然后藏在一个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。他们约好，十年之后，不管在哪里，都要再回来看那一句话是什么。那个要做什么？干嘛搞神秘啊？不讲。这里，我想把它藏在一个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。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收藏秘密。在校门口等你，赶快出去。
我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。燕如，你这么急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找春风。你们先回去，不用管我。燕如，春风，车借我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跟你讲。做朋友，如果你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，请写信给我。才从大人那听说，他舅舅为了躲债，带着陈峰和陈晨跑了。整个小镇都在流传着他妈妈的故事，说他妈妈是个妓女，死于一场交易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才知道陈峰的秘密。留下那张纸条，大家都以为他不告而别。人和人之间的约定大概就是这样，有时候清楚，有时候模糊，就像我和石头之间永远都模模糊糊，我永远记得，他永远忘记。